对，还有很多位置啊。不急不急啊，躺下去也没关系啊，不会受伤的，顶多就是衣服脏掉而已哈、啊，回去洗一洗就好了。哦、啊，福寿螺对不对？哦、啊，没有关系，放在那边一样啊。你看呢、啊，您的女儿比您的平衡感还好哦，对不对？她很棒，她的运动神经一定很好。他的运动神经也很棒，啊，对，你看他完全不需要你扶，四平八稳的。这个我们以前就是说，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在插秧的时候就可以充分的看得出来。你要往后开，我一条线要下去。对，我先走，很好，很好，这个很棒，来用力一点插下去，对，很棒。哇，结果你插到秧苗都不见了，啊？你不用那么下去，哇，好，没关系，再插一下。